去，直接秒到，好吧？他根本看不清号码牌，我直接就过去了。那你骑吧，我不敢骑啊，我觉得有点夸张。okay. 你告诉我往哪个方向走，我直接走。骑上我的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你别骑，太嚣张了。咱俩躲去。OK， 这也挺空旷的。走，咱们往哪边走？往这个方向走。小直头上有号码牌了。对呀、啊，而且这个消息咱们都知道。往那个方向走吗？接着墙走。等，我找我驴，我驴呢？我驴没了，我驴没了。别管了，别管了，你别管了，你别管了。我的驴不，他是我的命，我不能离开他。等我找一下。我不找了，不找了，我看到肥皂了。就我现在人看的这个方向有一个肥皂，就这个方向有肥皂。宁宁这边连不回来了，然后我要代替宁宁去做那个任务了。船长猪在其中一艘船的旁边，其中一艘船。OK， 找到船长猪即可完成任务。OK， 我去吧。